我就一条了，就一条，你们先讲。那我就借了。可是他你的几率高啊，你的几率高，我记得高。你是四中一，我是五中一。人家那边捡来捡去，你为什么要吵？悠悠很奇怪，又坏人啦。旁边有人在叽叽喳喳。要去最后剪吗？到时候会不会没线？怎么没线？剪杰克啊，剪杰克。没有，这样几率越来越高啊！真的有，真的有。他三中二，他啊，四中二，五十八。他李明呢？李明真的好啊！我觉得真的好，真的，我有两条，我真的有两条。你要相信我。我已经被内定坏人了，可是我看你衣服感觉很多条线的，怪怪的，你是说谎？我两条，真的，相信我。那你有检验吗？你有检验吗？你要检验一下呢。对，到了吧？开始抢了！哎，等一下哦。杰克，两条，两条，你想想，你想想，相信我。你看杰克现在是百分百，他可能只是脸黑而已啊。啊，茄子也是百分百啊。我其实只有一条，所以是不是？场上是正常的，场上是八条。骗人！我不能骗笑，奇怪、欸。他就是骗人。但他做的事情很好啊，啊，有时候说一下谎，怎样？只有女生可以说谎，是不是？男生不能说谎，是不是？那男生不能说谎，是不是？奇怪，女生不能说谎，是不是？渣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现在正在说谎啊，你这满口谎言的渣女。啊，我就只两条。我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。那爸爸很炸弹呢，爸爸。我做一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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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做一条。对啊。我身上确实做一条，一条三全的。哎呀，在我们捣乱之后，有杰克那一条剪出来了。终于，这游戏各种情勒，嗯，啊，情勒之中加脑袋啊，对不对？剩几条线啊？我们经过第一回合，只有两个目标剪出来，还有六个目标。你都有一个炸弹哦，我有炸弹，不要剪我。对，发发跟玲玲身上有炸弹。我每一回合都有炸弹。你每一回合都有炸弹。阿总，那你今天吃炸弹是不是？天哪！啊，那个目标大家都说好了吗？说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应该没那个吧？所以总共有六个，场上只有四个啊。哦，哎，四个了。我上一场也是只有一条。解除的时候我没有讲，裁判想被讲，裁判也要好好的看场上去理解。哦，我不是可以被剪的那个 ，sorry。你是裁判，好好理解一下。我想说，哦，好，我想被剪下了。对，嘿嘿。哎呦，剪了茄子，直接剪出来，太蠢啦！杰克身上还有一条，这边一条，我这边一条，我这边一条。能够剪出来吗？我真的出来了！哇，好蠢！那就是阿汪跟孟娜一条，没有游戏。我上一场，我上一场也是只有一条，所以就也没有剪。没关系，你决定。那你，所以你刚刚有，其实但你没讲。你刚刚有，但是对我刚刚有，但我没有讲，因为我只有一条，我想说那个几率很低。还是你要？那你现在忽然间来争取了？对，就是没有，就刚刚就是也都只有一，我才想说那就一啊。那你很好吗？这样是不是多一条？因为我身上没有炸弹。没啊，我们是有六条还没剪吗？现在我其实加起来只有四条耶。没有，就代表有两有坏人了。两条，两条在坏人那里，啊，他们就坑掉了。我很诚实哦。哎，他有炸弹呢！哎，他有炸弹。我很安全。肯定的，肯定安全啊！哇，哎，你们连中哎！那就看孟娜要不要信我。我可以相信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实际上我没有炸弹啊，我就正只有一条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可是那有没有好人现在身上有的？对啊，我怎么觉得发发身上应该会藏一条之类的啊？乱讲，我这么诚实。可是可是你不用去想发发有没有，因为他有炸弹呢。他有炸弹啊。对啊，而且剪刀也不能放在他身上啊。就先现在才五个目标，我们还要剪三个目标。哇！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了。阿汪，把我觉得可以把剪刀给杰克，或者是，对啊，我也想说就或茄子，对啊，对
啊，先把这一回合刷掉，回合吗？洗回合啊，毕竟洗掉啊，因为没有线索，因为没有诚实的线，没有剩下的。对啊，目标在坏人手上，我们也不晓得坏人是谁拥有。嗯，我太有可能是发马一条啊，然后悠悠一条啊，悠悠都不讲啊。我这也是，我觉得有可能。奇怪，我第一场讲两条没有相信，啊，第二场没有东西，你没有相信我。我觉得你有啊，我就觉得你有啊，你明明就有。你明就有，你刚刚说有，我就想说现在再相信啊，为什么我现在相信就不行了？这场是不是就零？我现在相信就不行了，这个人真的是很难搞哎。说零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零？哎，第三回合我们总共捡了六条出来，还有两条要捡。我只剩一条。那炸弹呢？是发发跟零零说有。没有，我只有这两个啊，为什么是他们两个啊？目标还有两个，刚好阿汪跟孟娜都说有哦，嗯，就互捡的，而且刚刚他们都有捡出来，对，那我们只剩两条吗？一发捡呢，剩两条了，剩两条，剩两条，剩两条，所以这样的数字是对的，还是你要试试看节目？不要的。哦，哇！解梦娜，解梦娜，解出来没有？你们互剪啊，你们互剪啊！剪刀要回来啊！完了完了，他梦娜梦娜梦娜在混乱了！嘿，你是好人吗？嘿，你是好人吗？哦，好人啊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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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剪刀交给我啦，我啦我啦，不啦我啦，还我啦，快点还我，你们还我，快点还我，把剪刀还来，一条哎，不想给你了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剪刀，我送你剪刀，你要没有没有没关系没关系，真的不用没关系，真的我不想，我没有想要，我没有想要，还我还我，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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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了，给你好，哇，剪发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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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，我身上没有任何线索啊！好了，还你。哎呦，拉回来了！哎呦，拉回来，好猛哦！等下，阿旺，我跟你讲，有可能那个目标，最后目标其实不在孟娜身上，也是有可能。对对对对。我们还有下一回合，也可以把这个频道第四回合，可以把洗掉。洗掉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可以捡杰克炸弹，其实是在我身上，所以不要理他们，你就捡杰克护起。就杰克是坏人。两条哎，没有三条。二三四五。哦，他就是坏人。哎，他只在皮，他只在皮而已。我只是喜欢吊别人胃口而已。你想要吗？你想要附别人？不用急啊，不用急啊，最后一条线是我自己的嘛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我超诚实的耶。你其实是坏人吧？阿汪美了，你可以捡那个茄子，茄子也很好，茄子也很好。茄子回来，茄子回来。茄子，别跑，别跑。茄子也来。那我也很好吧？对啊，你很好，可是你有炸弹啊。哦，对啊。我们相信你有炸弹啊。第四回合。我没有。你先在我这，在我这。来，我们看看谁有炸弹，谁有目标。完的都没目标，完了，完蛋！刚刚李宁不是有目标？哎，我丢出去怎么没有？有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我有一条，真的，一条。相信我，这是真的要相信我。我刚刚说我有炸弹，是因为我身上没有解除的线。我想说，这样坏人如果要突袭的话，可以突袭我。所以你刚刚有炸弹吗？你是发是好。我刚刚没有炸弹，但我说我有，是想说我身上没有危险的东西，如果坏人要攻的话可以攻我。嗯，很好吧？好，你们觉得呢？现在是就是每个人剩下两条，那我们要捡好几次。真的，在我这边，在我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次，对，一样就要捡八次，就要用这个八次之中砸那目标找出来。我真的有一条，真的。我觉得也。感觉也只能相信了、啊，相信我啦，老婆很相信我。啊，还有除了你，你也相信我，也相信了。而且炸弹，你看你身上有啊，有四个，有，所以炸弹不在他身上，他应该也捡不出炸弹。对啊，而且他那一个其实是炸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们相信真的有炸弹吗？你们真的有拿炸弹吗？
有啊，你不要问他们啦，他们坏人，坏人啊！你们真的就是假的炸弹吗？炸弹只有一个，场上四个人说有，那你觉得呢？啊，有四颗啦，我身上捡了一条线哎，想想哎，四颗炸弹，你要想想哎，茄子啊，茄子是坏人，不要捡我，啊哈。完了完了，出事了！完了，我是你队友，孟娜我是你队友，你捡我，孟娜你跟我，我其实我炸弹，你捡我，其实我炸弹，孟娜我你捡我，我其实也有，开始说服坏人，孟娜是坏人，孟娜这个我跟你讲，怪的，怪的，我就赢了，孟娜你捡我，真的，你要说服茄子。有梦梦娜，你也可以说你特别想听谁说。玲玲，你真玲玲，真玲玲。没有，我觉得玲玲是好人。没有，我不是好人。他打了一下悠。真的，玲玲啊！他打了悠悠。没有。你看吧。哎呦！又打回了梦娜。梦娜。三次了。嗯。真的吗？第四次，结果没有爆，那么衰吗？没有炸弹，他没了，他没有线了。茄子，一二三四五，五次了，我们还剩最后三次。不好意思，坏人可以说一下你们到底上什么炸弹吗？我没有，还是我没有。坏人生气了。坏人吵架，炸弹炸弹掉了，没有半个炸弹。爸爸有鞋子，哎，爸爸有说他有啊。我觉得你身上应该是有真的有安全线，所以你觉得，我觉得不要捡他都好。我没了，他没了没了，他不能再捡了，他捡完了。孟娜跟那个悠悠都已经没有了，对，他们两个都捡完了。我觉得你要强势我身上还有哎。我是炸弹超人，嗯、炸弹。我觉得阿旺现在场上说有炸弹，只有爸爸。对，因为阿旺什么东西都没有宣，他感觉就是因为他是好人嘛，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宣，所以他感觉就是什么事都没有。不然他怎么都不讲话？是啊，用他的话，他们的剪刀就在好人身上啊。没有你这一剪一定要，你就不能再剪他了。他没了。因为你们茄子坏人的胜利条件还有就是，只要好人目标没有剪出来，那你们也是赢。所以你要嘛就是剪炸弹，要嘛就是三回随便剪一个人，对，反正他们其实也不一定把。已经剪了，你相信的孟娜跟悠悠都已经没了吧？剪，你一定只能剪别人。我觉得你洗两个安全线了，然后再让他们自己洗，然后就只能靠运气了。你怎么看，茄子？我剪，爸爸，我就靠你了。阿棒，爆炸了吗？没事。还有两，我这边有一条。那谁啊？我。李林有啊，他们基本上坏人三剑客了。那坏人都。有吗？哇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没料！没料！谢谢你，谢谢坏人。那个，歪挖！那个炸弹其实在我这，你要不要炸？目标在你那嘛，反正都输了，你看看你会不会炸？其实在我这，轰轰烈烈。啊，你也轰轰烈烈不了。没办法，就是剪刀用光了，坏人获胜了。所以最后一个真的是在玲玲那里，茄子好坏，在我这啊，就只是二分之一没中。不是啊，我要藏深一点才能赢嘛。像茄子这种玩法，也就是一种方式，就是藏很深的坏人。那最后有没有确实我们就相信了他，把剪刀给了他，就出事了啊！就是不知道什么讲真话都会被怀疑，然后是境遇的问题。那我第一场就这两个没人相信我啊！你就确实是坏人，你是不是坏人嘛？就是爱博士讲真话嘛！啊，你不管你讲不讲真话，你是坏人啊！我看透了你啊，你就是坏人，坏人闭嘴啦！结果论，你刚没传我哎。
你知道我身上三条线吗？好扯！我都跟你讲一条。好险你没传我，再剪一条不得了。这个就是这个勾心斗角，加上各种情的混乱的游戏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啦。我们下次有机会可以再来挑战。对啊，我也想成为人，但就是没人相信我。啊，你就坏人呢、啊？我就相信你坏人啊！你是不是坏人吗？你是啊，我相信的是对的。嗯、啊，我教你怎么。你看我多懂你，你就是坏人呢、啊。你很会看人嘞、欸。那还用说？下次问我。因为你知道怎么看人吗？你只要把那个，你只要把那个解除，你先按五条，然后再一颗炸弹，这样肯定升的哦。太混乱了，是不是？大家都会什么东西都略过我，是不是？欸、我好像很会耶、欸。对啊，最深的、欸，没人理你耶、欸。莫名其妙。好啦，辛苦啦。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休息，休息。休息，休息。好啦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惊爆伦敦啊！这一次完全是个大好人，但是即便当大好人，有没有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小心机去说谎，去做一点点花式的玩意儿，对，就混乱一下。但是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运气啊，以及跟团结才有办法啊。希望大家还会喜欢这样的游戏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我们之后也可以再度来挑战。希望大家还会喜欢啦，我们下回再会，大家拜拜拜。那也再度感谢今天超级留言还有订阅会员的小乔哥们，感谢你们，晚安晚安。